接下来要介绍的是李白的《把酒问月》。根据题目下面的作者自注，这是一首应朋友手请而作的诗。悠悠万古，长存不变的明月，是永恒时空里的奇迹。它常常引起人类无限的遐思。诗仙李白把这首《把酒问月》从停杯问月写起，到月照金樽结束，其中内容呢曲折错综，文词却又自然流畅。天籁银色俞美英老师长期在台北各地区教导汉语吟唱，我们特别邀请俞老师用他一字行腔的方法来为我们诠释李白的《把酒问月》，请。把酒问月，故人家孙令鹅闻鸡，作者东调李白。青天有月来几时？我今停杯一问鸡。今盼明月不可得，月行曲舞人相随。青天有月来几时？我今停杯一问鸡。行曲舞人相随，皎如飞镜临丹阔，绿烟灭尽青灰火，但见小舟海上来，伶仃飘扬，云干木，碧土多哟，秋又清，雄鹅歌彩。今月真景照故人，故人今日若流水，共看明月该。金樽里，我共丢将金樽。